我自个儿的身子我清楚，我留着这口气就是想见见家红。顺昌，你说家红和景儿在上海到底干什么？怎么连一点消息都没有呢？啊，娘，你是知道的，这生意上的事儿琐琐碎碎挺磨人的，我想家红肯定是身不由己。你不是在骗我吧？哪能呢，就是再忙总也该捎个口信儿啊。还有景儿这孩子一向做事是妥帖的，他知道我最担心家红了，不会连一句话都没有的呀，这也太反常了。家红会不会是……娘，您多心了，家红不会有事的，来咱们先吃药啊。我这心里头啊总是不踏实，总觉得我这一闭眼就再也见不到家红了。娘，你想哪儿去了？没我的事，你一定会好起来的。看来娘的病恐怕撑不了多久了，偏偏家红又在北京，一点消息都没有。这万一……二爷，二爷，嘘、啊，嘘，什么事儿？慌慌张张的。二爷，咱们派去北京打探的人回来了，他说。他说，说什么呀？长忠，你快说呀！少爷被判处死刑，给问斩了。这静儿，静儿，他不是说会想尽办法救家伙出来的吗？这是为什么？这到底是为什么？来人说，少爷打伤的那个官兵突然伤重死了，所以二爷，老夫人要是问起少爷，那怎么办呢？长忠，你给我听清楚，这件事千万不能传到老夫人的耳朵里，听见了吗？听见了，听见了。到底是谁在陷害我们葛家，害得家红赔上了性命？自从杜慕雪进了雪院，威廉已经把全部的心思都放在他的身上，看来我在他心里犹如鸿毛一样。他这样的冷落我，是想让我知难而退吗？这杜慕雪来势汹汹，看姑爷对他言听计从的样子，咱们只有挨打的份儿了，说不定很快就被赶出雪院。惠姑明白，小姐为今之计只有抓住姑爷的心呐。你这不废话吗？这个杜慕雪反应快，学问好，比起那个锦儿来难对付多了。不知怎么了，这两天我的眼皮一直在跳。小姐，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？假怀孕的事看似天衣无缝，可难保哪一天杜慕雪又会抓到什么蛛丝马迹，到时候我们想不离开雪原也不行，这事儿不能不放，不可以再有什么差池了。像那天胡言乱语的事不可以再发生了，你明白吗？惠姑明白，小姐。可那天我可是逼着杜慕雪表明了自己的身份，姑爷才想把夫人的位置
让给他，这恐怕也难以自圆其说了。你还在邀功啊？那天差点露了马脚。我，这情势对咱们相当不利，不能让杜牧学院抓到什么把柄了。咱们必须把所有存在的证据都处理好，你听明白吗？惠姑明白，小姐。那我现在就去处理。没有跟来啊！哎，那不是慧姑吗？她上药铺干嘛？哎，过来！奇怪了，慧姑干嘛鬼鬼祟祟的？是啊，买东西像做贼似的，也不过是抓个药。汉生药铺，哎，那不是朱大夫的药铺吗？奇怪了，慧姑来找朱大夫有什么好怕的？难不成他们之间有什么秘密？朱大夫是谁呀？如烟姑娘肚子里的孩子流掉，就是朱大夫来出诊的。可是如烟姑娘身子不舒服，差人来找朱大夫也是人之常情。慧姑为什么要怕被人看见？我只是个下人夫人，求求你放过我吧，我身不由己，饶命啊！身不由己，慧姑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小姐，如烟姑娘孩子掉了的那个晚上，如果你也在场，你就知道慧姑和朱大夫有多奇怪了。怎么说？那天晚上，朱大夫来诊断说如烟姑娘的孩子保不住了，朱大夫被吓得从楼上连滚带爬的跑下来了。这就奇怪了，孩子保不保得住是尽人事听天命，可朱大夫为什么害怕成那样子？同样的道理，慧姑只是来抓药，干嘛要怕人知道呢？这里面一定有问题。哎，慧姑出来了，小姐。啊，等一等，药拿走，慢走啊。跟我来。小姐，你想干什么？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，看我的。哎，小姐，我还是不要进去了吧，万一那个朱大夫认出我来可就麻烦了，岂不是白忙一场啊？也对，你在外面候着，见机行事。去吧。小姐，抓点什么药啊？不忙啊。请问您是朱大夫吗？是啊，请坐。姑娘哪儿不是？啊，事情是这样的，我丈夫刚刚过世，生活困难，我不想留下肚子里的孩子，所以先把个脉吧。姑娘，你有没有搞错？怎么了？你根本没有怀孕呢、啊、你确定啊？哼，老夫行医多年，没有把握的话是不会信口开河以假乱真的。久闻朱大夫医术高明，可以把假的变成真的，真的变成假的，这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，又何必太认真呢？姑娘，你是来试探我的医术的吗？老夫行医十余年，远近皆有口碑，岂容姑娘在此胡言乱语？你若无病的话，那就请回吧。朱大夫，我可是雪原里那个如烟姑娘介绍来的。
小姐，你是不是觉得这东西碍眼呢？家里设着灵堂，总让人觉得晦气。这两天老是不舒服。啊，这事儿什么时候才能过去？顾爷自从北京回来，也变得怪怪的。八成啊，就是这东西在作怪呀。来人呐！快来人呐！来人呐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把这灵堂给我撤了！啊，撤了！往哪撤呀？撤到哪儿啊？就是啊！你把火给我烧了！快点，快！住手！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好大的胆子，居然敢撤夫人的灵位！我也是奉命行事，是吗？难不成又是身不由己了？别怪灰姑，这都是我的意思。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夫人走了好些日子了，我不忍心她的魂魄成了孤魂野鬼，所以想让她早点下葬，好让她的魂魄得到皈依。说的倒好听，那我请问你，既然我妹妹连尸首都没有找到，如何下葬？拿什么下葬？我会为夫人立一个衣冠冢。够了！就算锦儿真的走了，要办后事也是威廉的事，与你何干？你有什么资格在这儿发号施令？怎么了？是谁让你们动夫人的灵位？威廉，夫人已经往生了，留着灵位只会触景生情，所以我魏府什么时候由你当家做主了？我也是一番好意。是吗？你真的是一番好意吗？我看你是做贼心虚，怕见到锦儿的灵位，才迫不及待地想撤掉他。母亲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？锦儿怎么死的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这宅子里所有的人都让如烟给骗了，因为她自始至终根本就没有怀孕。胡说，我怀孕是事实，孩子掉了也是事实，这全家上下都知道的。威廉，你当时也在场，要相信我，不要让他含血喷人。你先以假怀孕博取锦儿的同情，进了魏府的大门，再故意制造假流产，嫁祸给锦儿，让她对你心存愧疚，这一切都是由你精心策划的。你胡说，那是因为夫人她想不开，她不想活了，这关我什么事啊？就算锦儿真的要离开雪原，她也从没想过要寻死。威廉，这是锦儿留给你的信。看这件事情才刚开始。小元喜，朱大夫，请你告诉他是怎么回事。对不起，威廉先生，我一时心软，答应了如烟姑娘的请求，所以骗了她。这个混蛋，这种伤天害理的事你都敢做。魏先生，你饶了我吧，我再也不敢了，再也不敢了。滚。魏
威廉，有什么话你自己问他。柳如烟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我魏景荣一向自认聪明绝顶，没想到还是被你玩弄在股掌之间。不知道是你太狡猾，还是我太笨了。那锦儿呢？她就该死吗？小姐，姑爷，不远小姐，都是我的主意，要罚就罚我吧。你以为我会放过你吗？如烟会做出这种离谱的举动，就是被你的妖言所惑。啊！小姐，要打就打我吧，你打死我吧，能死在你的手里，我无怨无悔。不要在我面前装模作样了，我看错了你，你们都给我滚，滚得远远的，我不想再见到你们。威廉，威廉，我吗？我是不想见到你，但是我也不想见到你死。血缘里还要再添冤魂吗？啊！既然是这样，我是死是活跟你没有关系了。哎呀，小姐，小姐，下来！小姐，下来！既然你不想见到我，干嘛还留我在这个世界上？既然你不爱我了，为什么还要救我？你清醒点行不行？威廉，对不起，我不该，我不该说谎，我不该用假怀孕来骗你。我以为这样，我们可以一生一世的在一起。我不知道会造成锦儿的意外，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做。天哪，我为什么会这样？连我自己也没有办法原谅我自己，凭什么跟你说要原谅我？姑爷，今天小姐会这么做，全是因为她太爱您了，害怕失去你。姑爷，惠姑斗胆求姑爷，再给我们家小姐一次机会，让她将功赎罪。惠姑来世就是做牛做马，也愿意替我们家小姐在你们家报答你了。姑爷，求你了，姑爷。再给我们家小姐一次机会吧，求你了，姑爷。一夜夫妻百日恩。威廉，念在他对你一片痴情的份上，饶了他这回吧。暮雪，你没错，
我是不能原谅他对锦儿所做的一切，但伤害已经造成了，就算把他千刀万剐。哎呦，我的小姐啊，你别再这样吓惠姑了，万一姑爷要是不领这份情，那可怎么办呢？啊，那就是我识人不准。栽了，没想到。上海吗？哎呀，你怎么弄得这么狼狈呀、啊？赶快回家吧！啊、哎，老夫人还好吗？哎呀，光顾着跟你说话，我差点忘了，老夫人药没了，正等着我回去煎药呢。快走吧！啊，老夫人她病了。哎呀，瞧你又犯糊涂了吧？你去上海的时候，老夫人就病重了。哎，你不是发生什么事儿了吧？好了，别说了，老夫人见了你啊，肯定病好了一大半呢。哎，哎，咱们快去买药吧，啊，走吧。少奶奶回来就好了，老夫人见了你啊，一定会很开心的。哎，碧荷，嗯，老夫人见到我这样，肯定会担心的。先陪我回屋换件衣服吧。好啊，好啊，你等着，我帮你去打洗脸水啊，等着啊。
暮雪姐姐，为了老夫人的病，又为了你和家红好，我只好把这出戏继续演下去，一切只好等你们由上海回来再说了。少奶奶回来了，少奶奶回来了。老夫人，少奶奶回来了。锦儿回来了，快快扶我到前厅去。大夫说你身子虚不易走动，您还是坐这儿等吧。锦儿回来了。老夫人，老夫人，锦儿啊，你总算回来了，奶奶可想死你了。老夫人，锦儿也想您呢。你怎么又犯糊涂了呢？你早就是葛家的媳妇儿了，怎么还叫我老夫人呢？是奶奶。这就对了。家红呢？家红怎么没跟你一块儿回来啊？啊，家红他现在很忙，他让我告诉你，他忙我手上的生意，很快就回来看您的。顺昌也老这么说，怎么有那么多谈不完的事儿啊？少奶奶，我说的没错吧？老夫人见了你呀，病好了一大半了呢。奶奶，对不起，这些日子不在您身边，没有好好照顾你。说什么傻话？你是去救家红去了，救了家红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可是奶奶可想死他了，这些日子不知做过多少噩梦啊！现在好了，你说他没事儿，我这就放心了，放心了。奶奶，以后锦儿再也不离开您了。干边我帮你做的新的头面，还有这枕头背面，我全都给你换新的，好不好？好是好啊，你刚回来千万别累着啊。不，锦儿一点都不累，只要能伺候奶奶，锦儿真的不累。奶奶，锦儿要在你身边伺候你一辈子。好啊，好，好。邱老板。啊，小江，我出去转转，你照顾好买卖啊。哎，是。进去，这是干什么的？大清早。二爷，久违了。一下可好？死不了。二爷无事不登三宝殿，如果有什么事要我裘万千可以效劳的，您尽管吩咐。葛家船上的鸦片是不是你干的？我葛家跟你们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要陷害我们葛家？二爷，此话怎讲啊？咱俩做了那么多年生意，我对你怎么样你心里应该清楚，我怎么会陷害你？你不要跟我满嘴仁义道德，我已经查得
清清楚楚了。我今天要你给我一个交代。快快点儿啊，快点儿啊，别动！二爷，肯定是误会了，肯定是我，你说误会你？我在堂上受刑的时候，有谁听我说了？二爷，我这是个做生意的，我求的是财源广进，广结善缘，我怎么可能跟你结下梁子呢？少跟我装蒜！李四他一口咬定，就是你裘万千干的。说，到底是谁指使你在杨九的箱子里私藏鸦片的？是裘万千干的，不关我的事。你今天不给我个交代，我就要所有人的命，偿还我家红的命。哥二爷，这箱子可不长眼，万一走了皇上。放屁！您当心，要冷静，冷静，冷静啊，冷静！我今天来。我就没打算活着出去。哥二爷，别动！你们谁敢动，我就打死他！快说！二爷，我当时也是被逼无奈呀。谁逼你的？说！快说！到底谁逼你的？快点枪！快点！快快啊！你们还站着干什么？快出来呀！还有他，打死他！你给我打死他！打死他！来呀！来！不要！裘万千，来呀！来呀！来呀！来呀，万千！万千，裘万千，你来呀！你来呀，裘万千！放手啊，你来呀！裘万千，我杀了你！你放手啊！你放手给我，是我替你报仇了。放手啊！奶奶，我说好了，看看哪儿不好，您告诉我。我眼睛也看不清了。你输的呀都好。奶奶，今天外面天气挺好的，我扶您出去走走吧。晒晒太阳也好。小心门槛。今天天气真好。静儿啊，好久没听你唱小曲儿了，唱个小曲儿给奶奶听听。好久都没唱了，也不知道奶奶现在爱听哪一首。哪一首都行。少奶奶，少奶奶，少奶奶，出事儿了。什么事儿啊，大惊小怪的。常总管请少奶奶去前厅。发生什么事了？二爷出事儿了。这是什么？老太太，万吉当铺发生大火，现场有具尸体，尸体支离破碎，恐怕不好认，但根据附近的老百姓说，见葛二爷进去，经过官府调查，应该是府上的葛顺昌。为求慎重起见，
还是请家属认一认这些遗物。我不看这些，我要见尸。把白布掀开。奶奶，不要，你不要看了。我的儿子化成灰，我也能认得。少爷，这种活让我来干就好了。来来来，上台这儿。来，少爷，你坐着，我去给你拿药啊。哎，不用了，小伤啊。还小伤？你看都流血了。哎，该不是家里出什么事了？少爷，自从咱们逃出京城以后，你受伤都成了家常便饭了。你浑身上下现在到处都是伤，别想那么多了，来吃东西吧。那。也是，最倒霉的事我都遇到过了，还怕什么呢？只要老天保佑奶奶没事就好了。小盖子，嗯，我们还得走几天呢。嗯，我打听过了，这一路还算平顺，我们日夜兼程的话，两天就可以到湖州了。嗯，希望如此吧。嗯，快吃吧。大夫，怎么样啊？张大夫，张大夫，我求求你，无论如何，你要让老夫人熬到少爷回来啊！少奶奶，赶快准备后事吧，我实在是无能为力了。啊！张大夫，张大夫。是受尽了苦才回到葛家的，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但是我知道你才是我的静儿，你一回来我就知道了。
夫人。静儿，奶奶对不起你，没能让你嫁给家红。不，但那个很像你的姑娘确实是个好姑娘。不，老夫人您千万别这么说，我明白，我都明白，是静儿配不上少爷。静儿，我可能见不着家红了。不，不会的，不会的，老夫人，少爷很快就会回来了。你要等他回来，你一定要等他回来呀。家红有你照顾，我就放心了。老夫人。